靠腰嘞！粉丝讲要看小阿如，我是到底要坐生车啦？啊，无粉丝要来，啊，然后要哪讲名气无够？迄车店阁无法度讲借一台车，我来拍这肉片啊，互看。我是到底要坐生车，我真正真正头壳摸咧烧，真正歹。哦，惊着！哎呦，什么声啊？哎呦，哎，敢会记者出现啊嘞？惊着！哎，白龙原啊，伫遮啊！来，先快点，快点！哇、哦，夭壽的白龙雪真心心相印嘞，要爱啥，都讲啥落来。等下等，让白龙雪来给你采访。好，好，来一起拍拍片下去哦，行。行。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龙雪。白同学今天把他拍在拍片，唔知啊。哇、哦，感谢这个同学，白龙雪都遇到困难，想奇怪，这种阿鲁系列的车人足想要看，拢无多出现，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他就出现了，就出来了。来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同学们要称呼抓了、啊。我是子的同学。啊，你今天是专程那个从哪边来？你可能今天早时就骑起来，白龙雪今天就对拄到拍拍片的困难，你来专工要安排来斗三工对哦。做帮忙着的。好帅哦！然后他从那个大寮骑来，因为有点远，然后我们就是好不容易吼抓到今天天气非常晴朗，伫白龙雪需要到啥关系就出现啊！后来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随性来介绍一下这一台那个名车给同学看。后来开始拍拍片啊，行啊！来，我们开始来介绍一下。你当初那那也想要买这台，这台你讲这是啥？这不是小阿鲁，这是什么 mini 鲁 ？mini 鲁嘿。啊，我该先跟你问一下，为什么伊要做迄个啥阿鲁？啊，因为日本人这阿乌哦，阿乌也袂晓念，念袂出来，啊所以阿鲁安尼。哦，嘿嘿。好，惊着来，那个镜头过来开始拍了。来，你要你这一台车的话，第一来讲的话。你大概你有改什么怪格式，或者是都维持原厂？你来分享一下，因为毕竟你这种车比白龙雪了解啊。当然，来这白龙雪的时候，你发挥机迄个啥机会开始抓落。好，就从对头开始吼。对头开始，我镜头上来。这边吼，你安尼试咧，啊都会亮，啊就可以这样子。我、哦、所以你的 IQ 什么，还有一个晶片你戴在身躯呢。嘿，你这样提出来，还看一下。好好啊。所以你莫摕到迄种杀骨咧，安尼咧配对，他不会伊袂笑的呀。没，是哦、喔，像汽车同款咧。我甲你讲，我临刚做一号抓十台阿鲁做一台，如果说会发动就尴尬了。然后你甲看这种车伫街路看，我感觉伊的配色做成人的比赛车的感觉，我是觉得原厂他做这个很有侵略性，我是蛮喜欢他的配色。啊，你若讲像 R45那台车也是很好骑，伊看的较保守。比较我安尼介绍会使无？会使，应该对啊吼。应该它比较日常一点啊。他日常，而且是看个比赛。哎呀，那刚才讲这台目测来讲，他应该是觉得跑比较快。哎呀，后来那个就盖小，然后来绕过来，然后他那个另外那个排气管的部分，他是原本就做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刚好上面防烫盖啊，上面。第一。伊个原本的原厂国家是无这个防烫盖的，哎，对，啊，因为轨道的法规，所以一定要加防烫盖。但是伊这根本无人开发一个迄种，那像卡邦啊，才对这大走人的大腿改变啊包起来，讲迄种物件。要改装嘛，是会使。是吼，不过较贵安尼。你骨头上较落来，听你讲话，我阿母讲一个阿母，我上电视啊，阿母上电视。来，我过来翕伊迄个，啊，这是等于迄个变速的迄瓦手机来加。哎、欸，它这个机油，它从这边转上来是不是？油车在家呢。机油伊无伊刚伊嘛伊刚问你卡。伊无哦，伊视窗在家啦。视窗在家。啊，因为这就是爱你啊，按到正先就走出来，来按到正看一下，好。好啦。哎呀，注意莫倒车嘞，倒车会惊嘞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它那个刻度还蛮准的，好，来个停嘞。好。来，我换掉你啊。哦，这足疼的，石头啊夹着的。我来看一下，啊、你来给我偷拍啦呢，想花时间哦。它这个贴纸敢会足容易老的啊？应该是袂。系啊，系啊。我来看一下，因为我顶个看迄个本田那台哦，那台 CBR， 那台500我袂记啊。啊对了，伊这啦，伊这较改变较摩擦条，这就落去才去烤金油的。因为它这个脚在边磨蹭哦，伊这无迄个毛咧保护，较会向去咬个啊。这个部分导流板部分就不会了。我来细部做一下采访。我感觉伊这个通风碟有无？伊这做安尼镂空的真水呢。刚才讲迄个领配啊有无？他们有那个吊带啊，好像比基尼没有吊带，我就觉得看起来这样很好比较有跑格。对啊，我这摸着啊挂掉。
欸，他原厂前面就是那个对卧式的呀、喔，对卧双卡钳嘛，无单卡单卡单卡呀，我看者，哦对，单卡，我看来叫升级的空间嘛，有，然后他前面这个铝合金的那个散热也是原厂的，都是原厂的，欸，我看一般有的单机拢是做迄、那个。没得讲，有喷那乌色的那种产嘛？哎、欸，它原厂就是做那个阿鲁米的原色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头前那么一块零配啊，你护网应该早晚去开吼，还是不爱开？应该是暂时不爱开啊。未歹，我你这脚头家，我讲，我这毛头拍起我发现着呢，吓、啊，各位种画地图痕迹了。山踩水了。来，我们来继续来采访一下，来那个助理麻烦你嘞。啊，你这边有在逆光无？来，来还好 ，OK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，来同学，哎，这样 OK 嘛，光线 OK 嘛，哎，这个是伊的迄种伊的车衣衫，这就像人迄地哦后边迄种，迄个啥，车里的回冲诶，我觉得很像啊，知道同学讲一下，应该我看应该是唔知咧，啊，伊这变数是标准，诶，标准型伊这个塞裤是你加的呢？诶、欸，安尼原厂诶、欸，加，因为安尼鞋啊较袂垃圾啊。哦。哎呀，你敢袂磨着？诶、欸，我觉得他这边的导流做的没有讲密合度真好吼，伊拢无啥物奇奇怪怪迄种空间哦。诶、欸，对对对。啊，哎、欸，这是鞋啊，可能这啥物海绵啊？应该是防止灰尘飞进去。哎、哦、呀、啊，较袂对小碎石哩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，你怎啊讲？你要发的是安怎？啊，等下。那个钥匙。钥匙要先按下去嘛。哦，安尼就会当发动啊！啊，空调是对这定的嘛？买晒。好，你定的。这是紧急的紧，安尼无就是对这嘛。对对对。啊，安尼甲安尼一二安尼对啊。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。好。好啊，这个油烫它是怎样打开？啊，嘛是要用这边。啊，钥匙干进去。对，啊，不过是要用的。哦，它可以这样拉起来啊、哦。对对对。啊，平常时这支敢会向偷板呢？应该是袂，伊只要感应钥匙无开拢。啊，我会当试干者。好啊。一二三啊！啊，再来开开，啊就，好算，看下小雪，啊，这个来变来用，啊，过来过来，哦，有点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我开重机小雪第一次就给你了，来，前面看完，我们来看后面的改变一样，问一下，有油封链条哦，讲落去，无油封链条，问一下啦，油封链条到底是要怎看？还有顶个有粉丝有讲，敢若是讲迄个边啊有两个敢若软软迄物件，敢真正，啊，人家我是看他讲。他说油封链条不见得好，我是粉丝的留言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油封链条正常来讲是不太会生锈、啊、但是他说好像那个寿命比较短，寿命比较短，比较没那么耐用，哎呀、啊，你这高，你刷存在感很多啦，太多啦，哎呀、啊，小黑来啦，哎呦，唔知佮我搞，伊正面这群恐龙的呢，好来，过来，我来佮你录镜。好来。继续，好，然后来镜头给我，来看下后边。哎、欸，这本身是一般用铁啊，还是一种铝合金呢？看，跟像看无啥有呢。应该是铁啊。铁啊，哎。然后它这个覆盖原本就有了，哎、欸，一中内底这是镂空的呢哦。镂空。我这样才发现，哎，真水呢，不错。啊，你这个应该是算原厂配的接胎嘛？原厂是。阿姨把底里是唱你家呢？嗯。啊，你这一台还没有装那个行车记录器、啊？还没。啊，伊这迄落避震器多连杆。多连杆到底是变哪看啊？一支安尼啊，伫自中安尼叫多连杆。哦，叫做多连杆。嘿。好，来，我们换来看它的后卡钳。我看伊这台吼、喔，哦，比方伊空力套件，它做这样出来很利落呢。嗯。它就这样一只很像那个独角仙的那个鼻子，那个那只脚就这样干出来。原厂应该是下骹阁有一块挡泥板啦，啊，不过我看是哦，嘿啊，看我都袂爽个，拆掉。哦，你讲只只有一块酸来遮呢？嘿，哦是哦，直接下面装伫遮。嘿，阁足长个安尼啊。嘿，来，你当换姿势来这边，我变。换姿势。嘿啊，来我来看一下，它这边后边嘛是原厂的浪花式大碟。ABS。它前后都 ABS。前后都 ABS。啊，所以我去 R45，敢那 R45后边敢那无 ABS 哦。它前后都没有。哦，前后都没有啊。来，啊这双小穴嘛，双小穴。我看到来这小穴的物件嘞。我正。这嘛是台湾法规诶，迄落用的啦。哦。系啊，嘛是内底拢焊死的，啊就袂当拔出面。来，好，来对这跟换姿势。我拍片比较随性啦。后边这刹车油。这是对应，这是离合器还是后动？后动的，后动的嘛。后动。啊，这你给它顺过哦，还是免插伊？车行的顺。哦，车行的顺哦。嘿，那就是后面是单活塞呢。嘿，单活塞。哦，单活塞的。嗯。啊，过来，安尼差不多。伊这是
留进了气缸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啊，一般是，哎、欸，一般是用那谁啊、喔？嗯，啊，这个是他特别用料用那个铝合金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刚第一个注意的，这個、你看白龙雪路有专业不？哎呀、啊，你讲一下那惊到，惊到。哦，啊，这边的零配啊，它也是一样有那个通风、欸、那个导滑子在里面。對對對嗯，好，来啦，转加固。哎，当初气超者哦，因为吼，我是后来觉得说有这个机会拍的话，如果说粉丝同意的话，我大概就绕一圈，享受一下感觉。东西要跨到别的女人身上去啦，然后把它按下去，发动了，这都会加搓背哦。没，来准备上路啦，记得是一样一档，哎呦，也别拍趴嘞。我先绕个圈圈看看，哎呦，我惊了，哎，加轻嘞。你好，你好，然后我要出去操啦。好，白同学在测试这只小小阿鲁啊，行出来哦。哎呦，好行，赞啊！哦，赞得很帅哦，跳！好啦，嗯，真正袂歹骑，它的操控性非常的轻盈。哦，非常感谢同学这一台 iG 让白同学体验一下、哦，第一次骑那个阿鲁就给他了。然后节目最后你有什么补充的？比如说他的保养啦、啊，好不好养吼、哦？啊，也是讲油耗，也是讲骑起来舒适有哦。也让分享的同学来抓者。油耗的话，它就是跟一般机车一样，就是你啊油门因为扣扣爆啊，你的机会扣扣飞安尼。啊，但是大部分正常咧赛是公里我都骑偌济啊？一公里差不多。一公升骑偌济？一公升差不多骑啊30几。30几安尼算省油还是算？算就省诶。官方是讲40啊。然后你这个买的话，你差不多保养到今仔换几届油啊？换3届。啊，所以伊这是原厂是规定1000换呀？一开始500，啊改个1000，啊改个2000，再来就看你的。伊这种啊，刚好一种机油滤芯。有。它是在哪个地方？等一下我们再补充一下。你黑多的黑尾熊白龙雪，看不了解也小学。然后你，我知道你好像也有在拍那个 YouTube 吧，平常干嘛自入性行销者？我是在拍娃娃机的。我是哦。娃娃机。啊，什么名啊？你自入性行销者，连刚也咧灌醉者。叫黑炭黑黑。我黑炭黑，所以你频道也叫安尼嘛。哎，对。好了，那非常感谢同学今天来。被我配合拍这个肉片吼，即使雪松中炭，来节目最后记得安怎讲落去，订阅白同学 DIY 教室，拜拜，来我来讲重点，迄个乌骷髅是对，那一种那个滤芯在哪里？在这边。哦，我吃哦，我都有摄到，我当作在追菇呢。哦，这个就是的哦，一条啊，圆的嘿。好。然后大概就这样子再拍一下啊，跟你讲一个普通好消息啊，你怎叫顶下插掉呢？是啊。讲一下安怎，惊到，惊到。我跟你讲啦，那个部分我们刚刚在拍，不知道有没有穿刺过，那个没关系啦，一度的白龙雪，不然什么困难我都要完成。啊，那个随机补胎就拍到下一集啦。节目最后记得那个讲了，订阅白同学 DIY 教室，拜拜，别再播了。